师对女儿特别好，特别宠女儿。女儿喜欢 TFBOYS， 她就去跟王源合影，问王俊凯要演唱会门票来讨女儿欢心。其实我跟陶虹老师也挺好的，我平时呢都叫她陶妈妈，所以徐爸爸，我喜欢易烊千玺，能不能给我要易烊千玺的演唱会门票呀？算了，我还是找陶妈妈吧，反正您在家里说了也不算。